然的，怕那个橘子受伤啊。交货啊！哦，你是拿来批发是吗？没有，这边是要再去台北做那一个，要批发要拍卖啊，这样拍卖对，你今天在的货是要拍卖的？对啊，在台北拍卖啊。再去台北拍卖？对啊，这边是集货站啊，这合作社啊，合作社的集货站啊。哦，那待会儿我下去拍一下。哦，好多橘子哦。对啊，这边是那一个。我天哪，今天跟橘子大哥送货，这么大一个仓库哦。我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啊，今天还好有幸呢，正好碰到那个橘子大哥送货，跟他一起来的。哦，在洗啊，要洗干净哈。嗯，把它洗干净。干净。哦，已经干净了。还要分哈，这边分大小的，分大小的。两个。哦，这样的。我们一天光吃啊，都不知道这些。哦，这样就分好了，这样就轻松很多了。看吧，橘子大哥说要拿去台北拍卖啊。大哥为什么要拍卖啊？有关的话，这谁买啊？谁买？对啊，就是那潘商有没有啊？潘商去买这货啊。我以为说拿去批发就好了，不是哦。对啊，就去台北啊，台北批发。那我帮你，你要怎样？要叠吗？好了，这边在打包，看吧。我今天我是人缘太好了，我啥地方都找得到啊。对，这么认真哈，身材这么好都没有长胖。看吧，这就是大小分好的。然后就这个是比较丑一点的，丑一点也要分开，这全部分类了。这个就比较小。大哥，就是所有的人种的橘子都要搬到这里来啊？没有，有的自己卖啊，就是送到台北大市场去卖啊。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这是个厂吗？这个是合作社。合作社？哎，消费合作社。消费合作社？对。农会吗？叫？哎，不是，叫做青果合作社的。什么？青果合作社。合作社哦，全部再过来，这个还没有分的，没有分的哦，现在要洗，要把这个粉洗掉，看吧，这白白的粉要把它洗掉。没有刷干净的。哦，有刷干净的，我知道，这个还没有刷的。没有刷的。哎。变得很亮，看吧。这是比较丑的，太小的。哇，直接就装了，这样省事哦。我们吃的橘子就是这样出来的。然后输送带输到这里，然后就称重，称完重然后就打包。看吧，这是分大小啊。然后去看大哥，大哥的货车。哦，大哥你快下货，快下完了。哦，这样身体也锻炼了哈。对啊。那我可能也搬得动吧。你看那就这是小箱的。小箱的哦。对啊。25公斤，50斤也不轻哦。看吧，这是大哥劳动的成果。看这大货车，这边还在挑，好多哦，怎么这么多？要用，嗨，你好。你好。
经常看你的影片。经常看我的影片了、哦、这些要手挑哦，没有用机器挑哦。没有，要用针头，没办法机器挑。哦，现在就是说把丑的挑起来吗？哦，那个就变价钱就不一样了哈。嗯，这个其实还是可以吃哈。对啊，价格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，丑一点而已啊。哎，有些人还喜欢买丑的，像我的话，我有时候还喜欢买这种有疤的。听说是老树长的是吗？嗯。好了，大哥，谢谢你哦，看我的影片，谢谢。怎么这么多、啊？这边还有这么多、哦，看吧。吃得了多少？哇、哦，这边还有！天哪，不是大哥带我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地方啊！哇，这太大了吧，这里好多、哦。姐姐，这个是什么品种？桶干。桶干哦，它这个是好的，它皮不好看哈、哦。这个火烧干。火烧干是品种就这样啊？不是吧？那个没有管理好，没有管理好，哦，吃的要吃，但要吃，但是这个比较甜是吧？这个比较甜，对对，我也有听说过了。这个还是要洗是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丑是丑，人家甜啊，真的很丑啊，但是还是有人买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都喜欢买的。嗯，哦，没有管理好，可能没有喷农药就变这样了。对啊，这没有喷好啊。一定要喷药哈，多多少少都会喷一些啊。有些，哦，给我吃啊，谢谢。啊，真的蛮漂亮的。好，我来吃一下。刚才这样子就是看它有没有重量哈。对啊，要重量的话就水分比较足，那个轻轻的就会头会没有水就干掉了嘛。嗯嗯，哇，好甜哦。真要吃的话长得丑也没差，我觉得啦，本来就是越丑越好吃啊。对啊，这个越丑越好吃啊。嗯，吃饱了，吃了两颗了。好了，谢谢你的橘子哦。好，看吧，那边也是在分。要开，还要开票。我好了，没有啊，我拿手机了呀。啊，拿手机了。哦，聊不完。好。这边就是他办公室了。哦，办公室。哦。拍卖价出来这个。拍卖价。是有没有？现在市场拍卖系统有没有？这拍卖价，这个就是说。这个大小然后价格多少钱这样了，拍卖价、哦、拍卖哇太久了，哇一搞推翻堆了。哎，你好你好，一搞推翻堆了。嗯，哦，了解了。其实狗就不就安心不安心就很摸了，很多人可能都不了解这些、啊、很多人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、啊、没有对啊，这就是我们拍卖价格多少他都会写记录一张表下哦。哇、哦、看吧，哎，我也有机会来到这种地方，真的不错。对啊，我的价格是在这边的，我的价格3月27号的，嗯，这号码嘛，要照号码牌。这边也有了，那边也有，这边也有。3号，我看这几号，我昨天没有出嘛，29号的，那再看29，30号有。哦，它卖也是一种方法哈，拍卖是一种方法。这个拍卖价，这个拍卖员嘛，拍卖员。拍卖价多少钱？这594、哦、这就是我的。哦，594号是我的，这价格多少钱？这多少钱的？啊、哦，漂亮就比较贵哈。对啊，像这一天，你看前一天的价格有没有？我价格有40块，第二天剩下22块，这个。嗯嗯嗯。这个呢，24、25，这个。好、哦、的、哦。大小都有，这边都有价。嗯，好，了解了。那个单子有没有？价格多少？他又收签收好，签收好，签收好，他又写好，他又照着单子送到台北去。哦，了解了。我一天到处学呀，学不进去了，老大太笨了。而且不好来这边分级。分级？就分级，你知道吧？分级啊。我有拍，有。对对对，
这就是人家是家里面有分级机构，就从这边拆好来，就带来这边分。哦，你是分好的？我是自己分好装好。有机器，但没有人工。没有人工来这边给人家做。没有人工。都有机器哦。还要十几万哦。哎呀，莫名跟我撞了。哎，没有了，是啊，这人不可以装了。两夫妻挣这么多，这么多岁还不会做？几岁啊？四十多岁了还做？四十多岁这么厉害？天哪！很厉害啊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做啥还不会做啊？身体太强了，看吧，七十几岁了，现在没有很骄傲，看吧。元月一号开始就请在两个工人过我两夫妻，还有啊，两个工人两夫妻。哎呀，哎，你们讲回手背啦。对啊，要请工人，请工人啊！嗯，比我爸年纪还大，一个半月。哦，那强哎，西伯凡那强了啊！贝贝，你太强了，贝贝，贝贝你太强了，真的，太强了，太强了。四顿水的药水啦，喷瓶子啊，我三顿啊，他四顿啊，四顿的肉可以才五六万斤啊。啊，他要就是那么多水，他要把它喷完。对对对，四顿水。哦。一甲半哦，他两顿。哦，两甲的。哎，他有两甲的啦。都是你自己喷。我自己喷啊，我老婆帮我拉管子啊。喷管哦。哈哈哈哈哈。你就要上水节。哈哈。我有两台小铁牛车。铁牛车有两台啦，跟我那一样啦。哦，铁牛车有两台哦。我了解了。哎，了解了，了解了。因为他没有人工，所以来这边装，都有人工帮他装箱、打包。要给这个也要给他钱啊！要给他钱，给他钱啊！我们每一年一号，元月一号。啊。啊！谢谢谢他，好，还幸福我呀！现在开始剪了，剪机子。你这样会危险，你不要踩在这上面。不要掉的。颠到就动坏了。哎呀，你踩过运动员了。不行，他不能踩这个，大哥。剑鱼，哎呀，左边的。我说不能下雨，没有休息。哦。看住包旗。包旗子。太强了。辛苦啊，加快点啊。啊，拜拜，再见。拜拜，再见，太强了，今天就到这里哦，拜拜。